吃饱了才有力气玩，大家让开！哎呀，我的手！我刚刚踩到香蕉皮，不小心滑倒了。我一害怕就团了起来，只是没想到会滚这么远，对不起。你看看你的刺把我的手扎成什么样了，都肿成这样了。妹妹的尾巴都受伤了，小刺猬都怪你。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哼，就是满身都是刺还想来游乐园玩，真是的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好吗？出来祸害大家干什么呀，真讨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刺猬孤单单的好可怜啊。聪明兔，我们去跟他玩吧。可是他的刺怎么办？扎着好疼啊！你看，棕小熊都被扎哭了。对呀，这是个大难题。有办法了，我们可以用棉花糖把小刺猬的刺包住。小刺猬，跟我们一起玩蹦蹦床吧。不行，我身上有刺，会扎到你们的。游乐园老板也不欢迎我，因为我总是弄坏他的东西。就是这样，你们还是自己去玩吧。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相信我们。真的吗？好了吗？马上。成了，你看看，这样就行了。刺被这些软软的棉花糖包住，就再也没办法扎到人了。你可以放心玩，我的刺很硬的，棉花糖真的能挡住吗？
试试看就知道啦。嘿，嘿，小刺猬，快来呀！和朋友一起玩，原来是这种感觉呀！谢谢你们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嘿，小刺猬，你可以去交更多朋友了，不用害怕，你的刺不会伤害到他们的。是啊，我可以拥有更多像笨狼和聪明兔这样的好朋友。热气，哈，难怪这么香，原来是美味的烤香肠啊！嘿嘿嘿嘿嘿嘿！尖嘴狐狸，你挡在门口想干什么？快放我们过去！每人一根烤香肠，我就让你们过去。这是我买的，为什么要给你？嘿嘿，不给也行，那你就一个人留在游乐园吧。等太阳下山，这里就是一片漆黑，说不定就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，比如哇，怪兽！一根烤香肠换你们回家，多划算！如果你们不同意，看到没？这里面装了全世界最厉害的痒痒水，只要沾到一点儿，就会浑身发痒，就好像一万只蚂蚁在身上爬。现在，交出香肠。尖嘴狐狸真是太坏了！聪明兔，我们要想办法赶跑它。它的痒痒水枪是最大的威胁。我们要找个可以完全挡住水枪的衣服。我有办法对付它。啊？小刺猬，你，看我的，小刺猬又来了，大家让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！这是什么？哇，好痛！啊啊！我不敢啦！哼，大坏蛋！我不会扎你们的。
对不起，小刺猬，之前我不该那样说你。这根烤香肠送给你。小刺猬，我的烤肠也送你。你愿意接受我这个之前责怪过你的人当朋友吗？小刺猬，对不起。大家，你们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呀。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的刺而交不到朋友了。小刺猬，别忘了还有我们。谢谢你们。